没事吧？许楠，累吗？啊。你看，最近啊，总让你做些杂物。说实话，我这心里啊，真是不落人。啊，你说你也不适合干这个，你这手是拉琴的手啊，你看这手都起泡了。没事的，戚主任，我可以做好。那个许楠啊，你看这不是马上要准备汇报演出了吗？虽然现在没有学生愿意跟你学，但是呢，我考虑着可以让你带个队啊，搞个集中培训什么的，对吧？我这可全是为你着想啊！你看，我刚动这个心思，没想到你自己看啊，这网上才消停两天就都出来了，这回人家把你调查个底儿掉，包括你怎么勾的。对不起啊，这网上怎么说的？你怎么认识你老公的？他的家庭啊，他的父母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都是贪污腐败行为啊！许楠啊，我看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也完不了。你看这个，床上艳照啊，高干子弟、医患什么的。处处都是吸引眼球的地方。你看这照片啊，你自己看啊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，我和李瑞的照片，是我作为单位员工的家庭照，除了给过您，我没有给过别人。您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许楠同志，我看你啊，还是留在后勤工作吧。这女孩子，你这样，有哪个正经人家能要你啊？李主任，你刚才在大厅晕倒了。几点了？哦，6:30。6:30。嗯。6:30。您这是？李主任，你点滴还没有打完呢。在家呀，啊，不是说好了去
去上能够接你的吗？啊，手机也不接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出了以后外面有多乱？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办啊？我手机没电了，就回家了。小润，你别多想，他们对我都很好。你别骗自己了，他们对你都很好，所有的人都在看我们两个人的笑话，没有一个人体会我们的真实感受。小润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了，我特别好，我好极了，我好死了。可是我不想再看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嘴脸，包括我爸妈。你爸妈怎么了？我们走吧，离开这个城市。我可以不做医生，我去卖苦力，我也养得起你。我干什么我都养得起你，我刷盘子刷碗我都养得起你。我不要你做别的，我只要你好好的当医生。对，我也可以继续做医生。我当时留学的时候在美国，我的老师当时就要留我在那儿。我可以问，我可以问他，我们可以去美国。我老师叫杰森，我可以给我的老师打电话。小瑞，你是不是怕了？我没怕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就是给我的老师打个电话。你没怕，我们为什么要走？一开始是因为你我才坚持下来，你给我力量让我坚强。我们为什么要走？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要留在这儿面对一切。在哪儿呢？你跟许楠在一起吧。你把免提打开，我跟你们俩有话说。我爸，他要是说了什么过分的话，你别介意。